女网红穿着仙气十足的白色改良旗袍，双手合十跪在佛像前参拜，另一位网红则是把佛经抄在指甲上。近来像这样的佛系照洗版大陆各大网络平台，这些人有个专有名称叫佛缘。拜佛品茶为日常的生活方式，同时具有美貌和财富的新名媛，是礼佛和名媛的结合体。网红们穿着一身名牌，抹着鲜艳口红、指甲油，把寺庙佛堂当背景，在里头拜佛、念经、喝茶、吃素，各种摆拍。一些佛缘常身穿开叉、无袖的旗袍和拖鞋去礼佛；一些佛缘发抄写经文的图片、视频时，一定要露出带有奢侈品牌 logo 的发带。照片清新脱俗，但目的其实是浓浓铜臭味。这些佛缘大多不是真的名媛，而是网络商城卖家。透过美照推销精品美妆美容课程，从文字看句句皆佛法，不过发的照片张张不与世俗，好像不和佛沾点边，作为人也是没有名门师傅气。说白了，佛缘就是一群蹭佛家热度的流量。想赚钱人之常情，但硬是要把生意拉到佛门清净地，让网友痛批佛缘根本是歪风怪象，相当不得体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同时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，等你哦。